今天农历9月13，明天9月14。还有个大仙寺哦，重建的三宝殿、新建准提殿、祖师殿、神像开光大殿、三宝殿、祖师殿、准提佛母殿、祖师殿都是外面新建的，很庄严。外面笋基啊，没有用钉子的，那我用传统建筑的保障。这里是西宁的太子宫，西宁太子宫，太子宫庙，农历9月9号，农历9月9号，这就是太子爷宫圣诞，是农历9月9号，今天9月13号。